Hello， 有人吗？阿皮斯的粉丝团的车友们，大家下午安。这一台车是最新款的，好，最新款的19年款的12代的阿皮斯。那这个世代的阿皮斯呢，其实底盘已经算是大跃进了，因为把后悬吊的拖曳臂系统，把它改成了是一个多连杆的悬吊了。双 A 的悬吊哈，也不算是双 A 了，反正就是进化的蛮多了哈。这个底盘是 TNGA 的系统，12代的。那今天要来安装的是 KT 的道路版的避震器，这个是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车友的话，原来后面也已经有改，这台车本来就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改了轮胎跟铝圈了哈，这是17寸的。然后这是 TNGA 的系统拆下来的避震器，后面的话已经改成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了。因为我们背景声音呢还持续在施工当中，所以会比较吵，那请车友们多多包涵。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，前面的上座不需要再拆来沿用了，我们 KT 的话就有附一个全新的上座了。这个是 TNGA 系统，它的上座虽然是一样，跟11代是3颗螺丝，但是就完全不同了哈，都不共用，都不共用哈。它前面其实是一样是麦花臣的悬吊系统，那最主要的改变是后面，而且它的后面跟一般的 Toyota 的车系，之前的设计也不太一样。后面的话，它的行程其实变得跟之前相较起来比较短哈。那比较相近能够举例的车款，应该是说像是 Golf， 好 ，Golf 的福斯的车系的 Golf， 大概是5代6代，好，它的结构跟这个4代底盘还蛮相近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经典改变的一个后悬吊，好了哈。好，后面的话 KT 的副的弹簧是大概230场，那公斤数的话是6公斤。可以看到哈，它的上座设计跟一般的 Toyota 的系统就不同了哈。这个 TNG 的底盘呢，它的上座在拆装避震器的时候不需要再拆内装，直接上座在这里就有2颗螺丝，可以把后上座把它卸下来。在这里有一个蓝色的旋钮，这个旋钮是在调整后面阻尼的软硬。我们往顺时针方向。像这样的话变硬，像这样就变硬，逆时针的话就变软。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调整。RKT 的话有副防尘套啦、馒头，这些全部都是这台车这个密合度也很好，都是专用的规格。所以它的后面行程其实只有大概120mm 左右，是走一个短行程。那最主要是因为它的避震器的下固定点是固定在下仰角上面，所以它的后面的行程比较偏向支点，所以它的行程是走一个比较短的行程结构。避震器的结构是在支臂的后方，所以跟 VH 的车系又不太一样。 VH 的像是最新的 Golf 7代，它的避震器的下固定点是在这里，也不太一样。这个后面弹簧上方有附一个调整机构，这个就是在调整车高的，我们预计今天要降低大概剩下2指幅高左右，纯冷载哈。这一台车我们之前安装的数据哈是降到最低了哈，假设是2154/17的轮胎的上缘到叶子板大概剩下最低，大概剩下可以做到5mm 左右，这是降到最低的一个车高。车高的调整是靠弹簧上方的这一个调整机构，并不是靠桶身的长短去改变，所以这个调整器如果我们把这个的间距把它缩短的话，它的整体长度变短，车高就会变低。最高的话大概比原厂低个0.5指幅吧，调到最高的时候，最低的话就大概只剩下5mm 而已，所以它调整的幅度算是还蛮大的。如果有要再更高，要跟原厂一样高 ，KT 也有办法哈，只要在下单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的同仁或者是店家就可以了。
哦，这个是后面的调整方式哈。那后面的安装技巧的话，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筒身不能缩得太短，如果我们把筒身缩得太短，它弹簧就预载过多，就会不好做。所以后面的调整要特别注意，筒身不能缩得太短，就是这个地方也不能缩得太短。啊 ，KT 的用料，像油封的话好了，这个十二代的应该是已经日本 Team 的话也已经做好了吧。KT 的油封使用的就是跟 Team 一样，都是用 NOK 的油封。啊，阻尼友的话，我们用的更好，是用意大利一整桶进口 IP 的阻尼友。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好了，前面的话它是一个麦花臣的悬吊系统，就跟十代、十一代的话比较相近哈，只是它的避震器都不共用的哦。十代、十一代的改装避震器还能共用哈，啊，但到11.5代之后，我们全部都有做了。九代、十代、十一代哈，11.5代，还有这个最新的12代都有支援。这个车头也很霸气的哈，跟之前不太一样。去介绍哈，切个静音好了。好，那这个的上座部分的话，好，上座部分是在我们需要把它的饰板把它拆开之后，才有办法来拆到上部的三颗螺丝。那它的避震器是在这里哈，那这里是一个前面的离载串。好，这个是离载串，离载串的固定点就跟原厂一样，所以离载串的话不需要再改装可调式的或者是强化的，不需要再多花费用。它前面的话是配置200场7公斤的弹簧。好，这里有一些固定孔，这些的话就是专用的规格，一些油管固定架啦、ABS 感应线的位置，就是十二代专用的。好，以上是今天Artis 十二代的安装直播分享哈。那如果车友有需要试乘或者是有任何问题呢，再请跟我们的官方的 LINE 哈，在文章当中也写有打到官方的 LINE， 可以加 LINE 啊，跟我们的小帮手联络。今天没有小帮手帮拍哈，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详细的介绍，就是十二代的。那我们已经安装快差不多了，准备要试车了哈。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哈，拜拜。